如果收到台风有其他的航班异动消息，我们会再随时为您做插播。先来看到是现在呢，山陀逐渐来靠近了恒春半岛。现在恒春还有垦丁的最新状况如何？交给人在现场的记者林炫君，炫君。好，直播观众，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恒春的菜市场里面，可以看到呢，这里其实是早市哦，但是到了过了中午的时间，还是有不少的人在这边买菜、买鱼或买肉，因为呢，今天晚上，台风这个山陀儿台风就会来波及这个恒春半岛这边周边的一些区域哦，那因此呢，不少婆婆妈妈是趁着现在中午的时候还是放晴的状况，赶快出来抢菜哦。那我们来听听看稍早的访问。今年的菜一直都很贵，很忙，从早上天亮忙到现在还没有休息，没有吃早餐，没有吃午餐。阿丁家早起，哥今嘛哥那边哦。对呀、啊，早上6点开始啊。到现在啊都没停呢，都一直撑，都没停的，很贵，啊，本来就很贵，现在又会更贵，贵可能有一层油哦，对。好，那可以其实听到呢，刚刚菜贩是说呢，他们从早上6点多早市的时候就一路忙到了下午1、2点都还没有吃午餐，连早餐都没吃哦，因为真的是要来买菜抢菜的婆婆妈妈实在是太多了。那要提醒民众呢，这个山陀儿台风呢到了晚间就会逐渐影响到恒春半岛以及东半部的一些区域，那其实呢